稣降生的夜，这一天是最难的笑脸，因为我的所有画面一次他们代替一切，你知道，在我们生活周围里面，很多事情都会让我们失去平安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其实我们真正没有平安的原因，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们离开了赐平安的神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神明，有不同的神灵，有很多的灵体的存在。可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独一的真神，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，他也创造了你，创造了我，而且他爱我们，他乐意把平安赐给我们。神期待我们充满了爱，可以爱神，也爱我们周围的人。神要告诉我们，他来了，他来造访你，他要住在你的心里，他来了，他要把供应带给你，他来了，他要把医治的礼物带给你，他来了，他要把平安的祝福带给你，他来了，他要把人际关系的和谐带给你。今天早晨，无论你在哪里，当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，你说耶稣，我邀请你住在我的心里，永远不要离开我。当你邀请耶稣住在你的里面，不论你这一生你是在什么样的光景，你一定可以经历从神来的恩典和平安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，在这又肯定一起中，耶稣是最美的，耶稣是最美的礼物。再次拍掌，把最大的掌声荣耀感谢来归给我们的神。谢谢主， Amen， Amen。